近日2020年香港小姐竞选活动已经开始，7月23日入围的16名佳丽首次在媒体面前集体亮相。主办方表示，这一次新冠肺炎疫情下的香港小姐选举非常特殊，未来港姐选举将会根据疫情发展，采用网上竞选和现场竞选相结合的方式进行港姐选拔。多名佳丽表示，在疫情之下大部分竞选活动转为线上，但是这没有影响他们的心态，他们会更加珍惜这次难忘的经历。当日范倩文、侯嘉欣、邝美璇、麦诗晴等入围的16位佳丽全部上身穿着白色背心，下身穿着紧身牛仔裤，脚上穿着夏日高跟拖鞋，依次在舞台上走秀展现风采。他们带着充满自信的笑容面对传媒，最后16名佳丽一起进行了大合照。16位佳丽的年龄介于18岁至26岁，既有市场经理、护士，也有学生、自由职业者。多位佳丽表示，在疫情下进行选拔活动，心态是会有一点点紧张，但是他们会全力做好防护措施。咁我覺得今年咧，因為主要因為疫症嘅問題啦，咁所以咧，我哋多咗好多訓練咧，都係會喺屋企度進行嘅。咁有一啲例如大家都會喺直播度見到啦，例如一啲營養嘅環節啊，又或者咧，亦都會有一啲嘅化妝嘅訓練咧，都會係喺 online training 度咁樣做嘅。咁去到今年咧，即係知道嗰個疫症嘅問題，咁令到大家更加珍惜哦，原來港姐有機會都會停辦嘅，有機會。咁令到知道所有嘢都唔係好必然嘅，咁想更加好珍惜呢一次嘅機會咧，係去參選港姐，挑戰自己，希望咧可以喺呢一個逆市裏邊咧，都仍然能夠咧可以繼續進步。因為疫情關係啦，咁而家好多嘅 training 啊都變曬做 online 啦，咁但係咁同以往係有啲唔同嘅，咁我哋都唔會話受好大影響啦，跟住反而就我覺得更加有趣啦 ，online 可以同多啲同網民互動啊，又可以留言咁樣。咁我都唔擔心嘅，因為 TVB 都做好防護措施啦，都有消毒嘅戴口罩，每人保持一啲距離，所以都係非常之放心嘅。記者發現，當日主辦方 TVB 在入圍佳麗傳媒採訪時，安排了很多防疫措施。首先，記者入場時需要依次通過消毒通道；其次，在訪問佳麗時需要隔着玻璃板進行採訪。主辦方表示，2020年港姐首輪選拔過程就採用了網上面試的方式，接下来还会安排佳丽们进行网络直播，让市民投票选出心目中的十强佳丽。佳丽们可进行网上拉票。主办方还称，最后的决赛环节会根据疫情变化调整形式，决赛可能不会开放给公众进场，而是只邀请 TVB 艺人录制节目进行选拔。